呢，哈，这个我爱的大明星的活动 ，My， 你可以加音效，你可以加音效。在哪里有你可以用的音效呢？注意，我告诉你哈，我要借一下你的画面，三分钟就好，三分钟之后一定还给你。好，一二三 ，YouTube 啊，你只要进入那个在 YouTube 上有一个创作者工作室，然后它这边就有音效库跟音效库跟音乐跟音效，好，你都可以听看看。它里面有一些是你可以设定说你要的那个，它有一些是要，这边有类型，对不对？你要哪一类的音乐？好，你可以选择哪一个音乐，然后要不要注明出处？就是你今天在使用它的时候，如果是需要注明出处的话，记得请你在影片最后面的感谢的地方好注明一下，好，这音乐出于哪里？那不需要注明出处的，它会筛选出来。然后这边的话，你可以看到它就有这些音乐是你可以去用的。哦，这好长哦。对，它就你看，你要属于那种比较平静一点的，它这个音乐就可以用。然后呢，这放个音乐比较活泼一点哦。这个下载在这边，你可以下载，然后你可以加我的最爱，要不要收藏这个音乐？你要可以设定说我的收藏，哎，你看，哎，我的收藏，我就这个哎，放歌，对，好听的音乐你都可以把它收藏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，还有音效，音效啊，它有分为你要的是哪一类的声音，比如你想要人群声。欢呼有没有？对，或是哎，你想要的是那种恐怖片的声音，有的比较长，有的比较短，这个比较恐怖片的音效，这是在 cutting chopping fat， 在那种切割的，切鲜肉，新鲜的肉。哎，这个可能要放，因为它有的音乐就是很短，有的音乐很长，你可以看到它的音乐的长度在这边。好，在这里 YouTube 创作的工作室的创作工具箱里面就有一些音乐跟音效库。好，那这个大家就可以去好下载来去使用。好，把录给你哦。好，来啊，好，有问题可以举手哦。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这个我爱的大明星。好，那只要30到40秒的这个音乐的这个字幕就可以了。OK， 好。像这个是有问题可以，制作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哦。看一下。好，大家看一下有什么问题哦，可以一起讨论来做哈、哦。因为，对哦，虽然后置的话是一个人哦，但其他人也要可以帮忙哦，也要了解到怎么去做。快点，快点，赶快动起来，快点！还要加油哦，加油加油！我们待会就会来看大家的成绩哦。你可以选外国歌曲也可以哦。大家同一组的可以坐一起下礼拜呢，我们没有时间给大家做那个期中作品了，记得期中作品。
其中的影片、幕后花絮、简报跟海报哦。那我会建议大家哦，简报两个人做，海报一个人做，然后幕后花絮，好跟影片的话呢，三个人做。我跟你讲哦，待会老师会出一个作业哦，你要把字幕做出来，就是跟老师做出来邓丽君是一样的哦，所以你要会做哦。好，哎，不要觉得你自己是无聊的一个人哦，好不好？只要30秒就好了，对啊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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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
十分钟，好，十分钟。